新白娘子传奇主演现状。第一位，陈美琪。陈美琪是剧中小青的扮演者。年轻时的陈美琪清纯甜美，气质独特。现年62岁的她颧骨突出，老态十足。第二位，赵雅芝。赵雅芝的白娘子可谓是一代人的回忆。年轻时的赵雅芝一颦一笑无不令人着迷。如今68岁的赵雅芝美丽动人，身材仍似少女。第三位，夏光丽。当年夏光丽凭借碧莲一角一炮而红。年轻时的夏光丽娇艳多姿，能文能武，被称为台湾第一刀马旦。可荧幕外的夏光丽却被骗婚28年。如今63岁的夏光丽皮肤松弛，奶相十足。第四位，叶童。叶童的反串成为一代人心中的代表人物。剧中的许仙俊雅清秀，一装一鞋给人一种天然的呆萌感。如今59岁，身材瘦如纸片，脸上也长满了皱纹。第五位，徐慧萱。徐慧萱在剧中扮演一位在凡间修炼200年的白兔精彩音。年轻时的徐慧萱长相秀丽，身材也是苗条有型。近50多岁的徐慧萱整体状态特别好，皮肤一如年轻时候那么光滑白皙，真是越老越有气质。第六位，许娇荣。许娇荣是剧中许仙姐姐的扮演者。模特出身的她颜值气质俱佳。尹宝莲如今已经68岁了，岁月一点都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。第七位，钱德门。在快50岁的时候，终于凭借法海一角让观众认识了她，而法海也成为了她最出名的一个角色。后来因为还巨额债务，身体被累垮了，在2018年因肺癌病逝，享年75岁。第八位，石乃文。石乃文扮演的七宝山憨厚善良，武功高强，更是对碧莲痴心一片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2004年，石乃文患癌离世，年仅46岁。30年过去了，你认为谁的变化最大？